哎，学姐。哎，佳宇嘞？这不是蒙太奇，只是三明治而已。我们叠起的，不过一口距离。哎，出门了啦！喂，老板，是我啊！哎，对，鲔鱼三明治，你都知道啦。好，那我等等过去拿哦，有没有打折？拜托啦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你帮我拿一下那个 paper。等一下，我再找我的球鞋。假如你说的是我们的球鞋，我昨天穿走放在学校啊。哦，你怎么不早讲啊？你都没问。走啦。好啦好啦。哎，老师昨天找你去干嘛？还用说？当然是实验太精彩啦！绿灯了啦！帮一下，我又不会，哪有什么会不会？两个轮子，一个链子，随便嘟一嘟就好了。去啦！不要让我觉得我修养很差。好，我去。我看你寡到。需要帮忙吗？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就好，谢谢。我加脚踏车的，让我试试看。好吧。我爸以前常说啊，你不要看这种东西好像轮子链子很简单，修它就要像修法拉利一样很仔细。但呢，法拉利就太高科技没人性，他就改开脚踏车啦。真的假的？哎，好嘞，试看吧。车行嘞，还不快学！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尼克。可以给我你电话吗？原来你对我有企图。不是这样啦，不然你以后车坏了怎么办？
不然这样好了，你给我你家脚踏车行的电话。好啊好好。0928 513476。闭嘴啦。你叫我博伟就好啦。博伟。嗯。好了，我先去上课喽。嗯。拜拜拜拜。哎，怎样？下流。